我来自台中冠军中心哈，我是中心长。那接触爱多美前后有3年的时间，各位，3年的时间算不上久啊，久嘛哈，很久对不对？3年的时间如果能够让你达成玫瑰大师，各位，玫瑰大师的收入大约多少钱一个月？30万到50万啊。各位，如果一个月让你30万到50万。而到月底的时候，你钱都还没花完的时候，那种情景好不好？好嘛哈，现在景气好不好？台湾最大一族是什么族？存款不足啊，对，嘿，对，存款不足，月光族啦。什么叫月光族？就是月底把钱花光光啊！我以前还没接触爱多美，在47岁以前啊，真的是一个月光族啊，各位。到月底的时候没有钱那种痛苦，各位体会得到吗？可以吧？曾经在月底有这种痛苦经验，请举手一下。好，谢谢。那些没有举手是鬼切的脖颈啊要。哦，月初就没钱了，更可怜。好，没关系，月初没钱，月底没钱，我们一起来爱多美赚钱好不好？很快的，透过爱多美的成功系统啊，就能够达到巅峰啊。我们成功系统有哪三大系统？各位，中心的教育嘛，对不对？第二个，一日研讨会吗？北中南还有东部地区都有吗？新竹嘉义也有。再来，还有2天1夜的成功学院。那今天呢，跟各位分享我的成功之路啊，成功经验呢，我在过去传直销几年的时间，前后接触20年的时间啊。我在47岁以前，我出社会。当兵回来，各位，这段时间20几年的奋斗，我做了很多的事情，摆过地摊，做过夜市叫卖高手，就拿着麦克风，有吗？那种电视购物那种叫卖高手、叫卖哥，像不像？像哈、哦、好，啊不像好，是的，我开过泡沫红茶店，啊，做过保险，啊，做过银行代办的业务，可是呢？当你做老板，对不对？开店要不要成本？开公司要成本，一定会赚钱吗？不一定。所以前前后后，我起来又跌倒，起来又跌倒，到47岁的时候一事无成啊。那时候呢，过着怎么样？像董事长说的，很贫困的生活啊。各位，贫穷日子你过习惯了，会不会继续习惯？会啦，会继续习惯下去啊。那时候我很痛苦，什么样的事业老板我都做过，传销也接触过20年的时间，做过10家了。爱多美是我第11家，各位，我效法什么精神？对，国务革命精神，对，国务革命精神，第几次成功啊？11次了，所以我在爱多美第11季，我一定会成功，对不对？给我掌声一下好不好？我在穷困潦倒的时候，我不知道真的做什么。打开报纸，真的那些应征的，你知道吗？去到公司应征，他说我们要35岁以下主管。我47岁了，我就跟他说：“你报纸都没写，害我白跑一趟，好不好？”真的找不到工作哎。是啊，到最后窝在家里多难过啊！我太太还有我儿子嘛，对不对？我太太每天。叫我一定要出去工作，一定要工作，寻寻觅觅，终于了，让我找到机会了。在3年前接触爱多美的时候，各位，那时候是没有公司的，产品是要从韩国寄过来，都是现在2倍。网站是韩文的，我们注册的时候都要翻译。那时候我们接触的时候，想说机会来了，然后这些上线领导人跟我说什么？3个月就快来了，快来了。好，停一下。3个月，台湾要开始这么好的企业，你会放弃吗？不会的，一定跟我一样放手一搏嘛，全力冲刺吧，把月亮当太阳，把雨水当冲凉。答对了哈，拼命冲啊，从鸡叫做到鬼叫啊！你看啊，真的啊，没办法，无眉无日，日啊撞眉啊撞啊！我太太不知道说我在种什么，为了就是要架构通路跟会员嘛。
一旦我的朋友、我的亲戚被人家抢走的时候，一辈子的消费跟谁有关系？跟他们有关系，跟我没关系啊。所以我要南北跑啊，懂吗？东奔西跑。结果三个月过了，有没有落地？没有啦。上线说可能在三个月就要落地了，哎，好好，再继续撑吧，继续努力吧。各位，三个月过去还是没有。我的组织上千人啊，甚至那时候突破四五千个人，很多了，依然没有落地。没有落地，他就不会消费啊。快到一年了，我快撑不下去了。一年的时间还没有落地。这时候呢，我太太呢又突然有一个想法，叫我去做什么？管理员。对对对对对，呵呵，反正现在管理员呢，啊，那个社区都长得很丑的，你帅也没有用啊，啊，所以他又燃起了这个想法。对，我又跟他说，再给我三个月吧。终于等到了机会，在103年1月7号公司开幕。那时候呢，我打开我的组织网络啊，前十代，各位。十代之内啊，全部阵亡。为什么？一年没有消费啊，全部取消啊。他们都没有买东西嘛，韩国寄过来也麻烦，订货也都麻烦，剩下一个消费者，怎么办呢？我太太说，凉拌炒鸡蛋重来啊。我就重来，欸，各位，我做爱多美是做两次才成功的呢，第一次非常的努力，一年多没有成功啊。开幕我的希望来了，我从头开始，再把旧的朋友找回来，因为一年多了他们都四龙工商怎么样都做别的了，找不回来了。那我就从头来，重新出发。各位，你们是加入后，就开幕后加入的请举手一下，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你们太幸福太幸运了，做一次爱多美就可以成功，像我们这种，哦，做两次，聪明的做一次就好，像我们这种，哦，比较愚笨的人就要做两次，懂吗？可是我依然不放弃爱多美啊，因为爱多美只要一落地我就一定会成功，知不知道？开始了，在爱多美几年了？两年多了，开幕两年多了，各位还是依然有很多人在等待，在观察，对不对？在看着你成功。各位，我出生的时候我就很想成功啊，一出生的那时候啊，我是怀着什么金汤匙啊，你看看，土汤匙，我是怀着土汤匙啊。我那时候说，我从小就立定志向，我长大以后要成功啊。帅哈，小时候胖不是胖啊，好不好？好，我们来看看，当你小时候立下的志向，到你长大的时候，梦想会离你越来越远，对不对？是的，就是这样子。所以人生有没有不断在选择？有没有？是，尤其景气越不好，你的选择怎么样越多，你的能力不被肯定，你的工作不被肯定，你就要被淘汰，懂吗？所以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目标呢，是你未来在哪里，不是你现在的位置，明白吗？你现在是在上工打卡，上班打卡，打工族都没有关系的，只是目前的位置而已。可是3年5年后的你呢，在哪里重不重要？非常重要啊！所以未来的你在哪里是最重要的，不是现在。你之所以现在还没有成功，是暂时还没有成功，懂吗？你还在这成功的路上奔跑。成功的定义是什么？逐步完成你预先设定的目标啊。现在的目标，一开始爱多美成为经销商，领奖金的时候可以领比较多一点钱，对不对？第一个目标是什么？销售大师。销售大师让你月收入5到10万，好不好？让你三个月半年以后成为销售大师，一个月5到10万是一个上公务人员的薪水。再来钻石大师10到30万，玫瑰再来30、50。我明年挑战星光，因为站在这个位置讲成功之路一定要星光，对不对？所以我今天只是临时上台一下而已，我明年底上星光好不好？我的目标明年底一定上星光的，为什么？因为我的目标是逐步完成的。
各位，华人的第一站在哪里？台湾啊，在你们手上啊。如果你们没有现在积极的努力，等两年三年后你会后悔一辈子，懂吗？真的，你要好好的跟你的左邻右舍跟他分享爱多美。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过去不等于未来。我们来看一下商机。什么叫商机？商机就是当别人还没有看到的时候，你已经看到了。成功的人是怎样？是先相信后才看到。一般的人呢，看到后才相信啊。你看，别人看到的时候怎么样？你已经行动了。可是当别人行动的时候，你已经怎么样？成功了。这是成功人的思维嘛？马云说，每次商机来的时候有四个象限。第一个就是看不见。马云大家知道吧？啊，对，大陆，他是我的好朋友。好，对，跟你们一样都认识他。再来，他第一个，我们来看看第一个阶段就是看不见。很多朋友商机来的时候，他有没有看得见？看得见的是需要他有睿智的眼光，有没有？以他的经验来看，很多人，一般平凡人会看不见，看不见就错失了一个很大的商机。好，所以第一个要看得见，要敢于冒险。就像我看到了爱多美即将要落地，我就怎么样？冲啊，冲了一年多，有没有？也没有成功，没有，可是最后还是成功啊。所以我看得见。第二个，我们是第二个阶段，商机来的时候，第二个阶段是看不起。各位，你们在从事爱多美的时候，有没有人看不起你？啊，一个叫传销，赶快，有没有？我们爱多美跟传销有没有一样？完全不一样啊！你们跟传销有没有不同？我说我们跟完全跟传销完全不一样。所有的传销没有办法跟我们比，我们是走的是团购策略，大卖场的价钱，百货公司的品质。我们是目标是全世界第一的流通业，我们竞争对象既然不是传直销啊，大卖场、超级市场、网络购物、电视购物，各位刚刚董事长也都说了嘛，对不对？所以第二阶段很多人看不起你啊，是不是？甚至打压你、打击你说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有没有？你的亲朋好友有没有这样经验？你做了成功再说吗？结果呢，你一开始加入到现在两年了，所有的亲朋好友有没有都在看你？你要让他看二十年吗？继续再看下去，还是在一年就要让他看得成功了？他在等你呢，他等你 成功之后加入你的阵容啊。那如果冠军老师成功了，他就跟着我了，就没有跟你了，懂吗？了不了解？所以各位要赶快成功。第二个阶段，好，看不起。第三呢，来我们看一下，就是看不懂，反应不过来了，反应迟钝。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好的商机在他手上？迟钝，看不到自己的，眼花缭乱，懂吗？这就是我们商机来的时候要好好的去判断的思维。我们来看第四个阶段，来不及了。各位，等到市场已经占满的时候，各位你来得及吗？台湾有几千万，2300万，有 几个家庭，800多万的家庭，一个人加入代表一个家庭，欸，我们到目前为止有几万个会员知道吗？36万，即将每年会倍数的成长，今年到年底预估40万到50万，很快的两三年的时间，台湾的市场怎么样？慢慢的接近怎么样？饱和。将来你说来不及再去拓展国际市场，台湾没有部队，你怎么拓展国际啊？是不是？你有拥有很好的语言能力吗 ？No， 不是的。现在台湾就开始哈 ，OK。好，所以我们每当一个新的机会到来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会创造一批像在座的先这边富翁嘛，是不是？富翁的诞生，它是有富人的思维，有钱人跟一般人想的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富有的人，他的想法是城市是跳脱的，一般的人他是都要看到市场都有经。开花结果，他要下市场，这是非常不对的。OK， 我们看看投影片，看看先知先觉是什么？开拓者，后知后觉呢是什么？跟随者。那
各位，第三个的不知不觉是什么？消费者。所以爱多美最重要的是消费者导向，所以每个人都会加入爱多美，对不对？那你要当消费者还是经营者？当然是经营者吧。那些后知后觉的就让他当消费者吧。我们来当一个领导者，经营这个爱多美事业，赚我们一辈子的钱。我们爱多美的事业可以世袭几代？三代哦。所以我这一代拼完了，奖金越来越高，留给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呢，又很年轻嘛，对不对？又领了70年、60年之后呢，再传给孙子。我告诉你，那时候的收入啊，足够吃十代以上啊。了不了解？所以爱多美努力是可以累积的，所以值得你奋力一搏。我们来看这个，告诉我们过去你的消费是什么？开销啊，各位，过去的消费是开销，现在的消费是什么？经营啊，这就是爱多美的哲学啊。我们消费者加入免入会费50块的资料袋，终身免年会，一年只要消费一次。买到全世界最好的品质，最便宜的价钱，这样好不好？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经营者，开始拓展你的国际路线。每个人都会加入，除非他刚刚说的四大问题、四大阶段看不懂、看不见、看不起，那暂时就让他当消费者。我们爱多美呢，各位具备的就是零成本、零资金，不用你开店面。要不要开店面？要不要会文书作业？要不要仓储？要不要送货？要不要服务？不用，这些都是有公司哎，完全从兼职就可以开始了。所以爱多美它具备这么好的条件，各位不要再等待，不要再筹备。有人一筹备就筹备2年，好吗？筹备从开幕加入到现在还在筹备啊，还没出发，还没踏出第一步啊，很可惜哈。好，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概念哈，就是说全世界有 5% 的人，我们经过美国劳工局啊，25岁到65岁当中，经过40年，40年之后65岁的退休这些人员啊，他们呢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几个人？富裕，一个人，4个人经济独立啊，其他的人呢，5人还要继续找工作，其他的人呢，靠救济，不然就是阵亡了。如果现在的你啊不努力，3年后的你呢，还是跟现在一样更惨。现在的你是3年前所决定的，明白吗？你到60岁的时候，65岁的时候，各位，你是要塞面子的收厝税，还是要吐乖啊找工作？那哪一个？当然啦，要塞面子的收厝税，对吧？可是你想收房租啊，开宾士啊，现在要不要做爱多美？要啊，要认真从事爱多美才是啊。很多人说啊，下一个机会更好，有没有这种想法？有。爱多美赚太慢了。加入不用钱，不用重销，根本赚不到钱，而且还请他喝一杯星巴克咖啡100块，我又没有赚钱，还要开车开2个小时，你们爱多美根本赚不到钱。我说 no， 你要基本了解爱多美的概念是什么，它是一个大卖场的概念。我们不赚朋友的钱呢，一般的传销介绍完之后，他买的东西有没有赚钱？推荐奖金就赚钱了。第一个，我讲话很大声，因为我没有赚朋友的钱，对不对？朋友加入，他买最便宜，我也买最便宜。可是我赚什么？所有人买到最便宜，会不会买一辈子？会的，会自然的去消费。这些的点数回馈给谁？就给我们介绍者嘛，明白吗？爱多美它是一个大卖场的策略，所以很多人不明白，它的组织有300个人呢，他就问我冠军。中心长，我300个人为什么收入一个月还不到10000块？我的生活没有办法支出了。我说，300个人只是一个开始。请问下，今天在座的各位，你们是一个家乐福大卖场的一个老板，
花了几千万的成本架构一个卖场之后，你的会员人数只有300个人，请问会不会赚钱？不会赔钱的啦。300个会员，请问牙膏我们大条牙膏用多久？半年，他才会再去买。循环度人数不够，循环度不够，一定是赔钱。3000个人呢，开始有收入。那30000个人呢？不还是你就一样跟我一样，玫瑰大师在家数钱，每个礼拜数钞票，数到怎么样？手抽筋，然后手花眼，还要贴精油贴布，明白吗？这就是爱多美，所以你要了解它是一个策略性的行销。所以会员人数不是300、500个，你说要退休的，不是的，300个只是一个起点，3000个开始起挥，30000个可以退休，明白吗？所以很多人说我的组织到多少了，我说就是超过30000咯。好，30000的组织，各位明白吗？所以我们要成为那5%的人，经济独立的人，好不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富爸爸艺术当中，他罗伯特他告诉我们，这本书有看过吧？有钱人有这些4个象限、哦、提到 有收入的有2种收入、哦、人有4个象限，收入的结果4个象限。各位，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当一个靠权力收入的人。90% 的人、啊、他是靠什么收入？工作，工作收入。什么叫权力收入？就是有系统有组织的，明白吗？所以我们靠着系统靠着组织，爱多美就是啊。爱多美建立全球最大的网络公司，全世界最好的品质一直纳入进来通路，台湾全世界都开放各大的厂商行销到全世界。所以我们要成为富有的人，一定要靠着权力收入。一般上班族或者当老板，他也是一般的工作收入。店收起来还有吗？我以前开泡沫红茶店，店收起来还有吗？没收入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成为富有人的思维。所以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呢、啊？刚刚也很清楚的，就是权力收入要大过于我们的劳动收入。好，所以你现在还在上班族，还在劳动收入没有关系，可是你要用业余的时间去架构你持续性收入的平台。一天1个小时可以吗？现在的人晚上都要做什么事情？7点多回到家里怎么样？打小孩骂老公有没有？不煮菜了一堆啊。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1个小时的时间打电话联络朋友来家里坐连喝咖啡吃海苔煮个拉面请大家吃，这样行得通啊。开个 home party 家庭聚会也可以啊。成功很快速，1年2年你就会累积成功的经验。过去呢，我刚刚有说过了，你现在如果不努力，未来的结局就是操纵在你手上。如果思维没有改变，一样会停顿在过去的日子。过去贫穷习惯了，贫穷会是一种习惯，各位懂吗？贫穷是什么？是罪恶。你认为贫穷是罪恶的话，你才会怎么有动力。所以我那时候贫穷的时候，有没有？我产生的内心很产生的罪恶感，对我的家庭，对我太太，对我儿子女儿产生一种罪恶感。为什么？他们跟着我会这么命苦。我说将来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他们过着富裕的生活。终于时机来了，我就把握。所以这是我的经验哈。所以我一些朋友他就跟我讲啊，我现在上班啊，我上一辈子、也可以有收入，存点钱也可以啊。我说 No， 你上一辈子上班一辈子会成为富翁吗？牛耕田一辈子，田是谁的？对啊，牛还是牛啊。所以他没有办法，上班绝对没有办法成为富翁的一个角色哈，所以只有行动我们来改变我们的未来哈。来，爱多美它是一种什么事业？再讲一遍，回想一下 PPT 上面有，就是消费者连锁的事业。只要透过你介绍了几个朋友，不断的延伸，无限大的延伸到全世界，都有你的什么下线。好不容易我去年柬埔寨开幕的时候，12月又过去，
我现在有柬埔寨的下线，我新加坡的下线，我去新加坡演讲的时候，4月份，我也有新加坡下线哦。将来马来西亚，我有没有下线？有啊，那就是华人啊，打个电话他就加入了，很简单，很简单，只要你怎么样掌握爱多美的机会。所以消费连锁的事业是从你开始，如果你不讲、不行动，完全是操纵在别人手上。好。最后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爱多美的策略，就是所谓的蓝海策略。如果你不明白，今天加入爱多美不久，记得《蓝海策略》这本书，你可以去书局买来看看。所有的企业都在怎么样？红海里面厮杀，价格战怎么样？品质战，我们要怎么样奔向蓝海啊？爱多美是传直销界唯一的蓝海策略，价钱是一般传销公司几分之几？四分之一啊！品质都超越他们3倍到4倍，这么好的公司走这么好的策略，如果你还在犹豫，今天听我分享完回去呢，赶快列100个名单，好，从100个名单开始筛选到刚刚老板讲的50个，明白吗？好，这些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我们继续呢，就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就是持续收入的管道，每天接水管接水管。接到你成功3年的时间，每个家庭假设每个家庭每个月的日常消用品给你100块的回馈金，你说多还是少？不多，100块。可是1000个家庭，各位，1000个家庭多少？10万啊！全世界有1万个家庭呢，100万，这就是爱多美啊！观念通了，什么就通，明白？爱多美在。103年的1月7号开幕，当时第一年的营业额3.4亿，去年14、15亿，创下台湾的有史记录，最快速成长的公司第12大。今年的目标24亿到30亿，今年会进入到第几大？前10大，可能是第七跟第八。5年内要成为台湾的第一大，你们说好不好？给爱多美掌声一下。5年内绝对是台湾的龙头老大。今年在韩国，我们肯定超越安利。去年我们还在安利的后面第二大，今年在韩国的总营业额一定会超越安利。所以每到一个国家，所有的传直销业有没有错类蛋？有吗？爱多美，所以它的策略是成功的。所以经过我们董事长的努力之下，大家能够快速的成长。在去年2014年的时候，前年2014年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世界百大的传销公司，我们已经列入34，首次进榜哦，就34大。这个都在直销世界里面刊登的，不能随便说。所以爱多美的成长轨迹你们看到了，接下来就是要透过自己的努力，而不要随随便便做一个事业就可以成功的，一定要透过成功系统努力学习。爱多美的特色这么简单，一篇文章讲完了，50块加入全球连线，不用责任额，不用重销，一年只要消费一次，双向无限带跨国连线。这么简单的事业，全世界也仅有爱多美。所以你的速度如果不快速，你的朋友他就被人家抢走。最后，看过很多传直销的 leader 在业界失败，结果进来爱多美成功。我们有一个李德佑，王冠，对不对？他呢，现在。他是做17年的传直销公司啊，大大小小的公司很多做过，没有成功。一到爱多美成功了，还有鸭肉店的老板娘，还有代理的驾驶，还有鱼贩卖鱼的，他们都改写他的人生剧本呐。现在一个月是月收入150万到400、500万，人生的剧本在谁手上？自己啊，各位，在你手上啊，你自己就一个编剧，就是一个导演啊。接下来你的人生要怎么走，看你自己啊。
看得懂，要看得起。爱多美、普突破、传直销四个什么盲点？传直销四个盲点是什么？约了不来，来了不听。你看来了有没有听的？旁边跑掉了，就是来了不听吗？约了不来，来了不听，然后听了呢？不久，你看不久又跑去尿尿，有没有？对，约了不来，来了不听，听了不久，对不对？做了又不久了，听了不做，做了又不久啊，这四大问题啊，爱多美通通解决了。约了就来 ，Hello， 冠军来喝下午茶、咖啡、吃海苔，我们顺便有煮拉面，还有炸酱面，会不会来？台湾人约吃的喝的通通来啊，我告诉你，约了就来啦。敏慧做年会不会来？来啦，约了就来。第二个。突破盲点，来了就听啊！为什么听？咖啡喝了，海苔吃了，对不对？就听啊，完全免费，会不会听进去？听了会不会做？会啊！为什么？50块，创业世袭全球连线，谁不会做的？那做了久不久？各位？民生必需品啊，世世代代从早都在用的东西，做了久不久？当然是久啊！所以爱多美把传销的四大难题通通解决了。最后用一个故事跟大家分享。我一个朋友，他40岁了。40岁前的人生，各位，他惨淡无比啊！做什么赔什么，投资什么也赔。亏钱啊，妻离子散啊，非常惨的人生啊。刚好他的生日来了，这一天他生日，他又40岁了。以前过得穷苦潦倒，现在终于怎么样？生日来了，去算命大师问看看吗？算命先生，你帮我排一个这个，对，看一下吗？算命先生说：“年轻人，你有好消息跟坏消息，你要先听好消息，还是听坏消息？当然了。”要先听坏消息吗？好，这时候呢，算命先生就跟他说：“你的坏消息就是40岁以前穷苦潦倒。”哎呦，怎么那么准啊？做什么赔什么？哇，真准啊！哇，妻子都离你而去，对不对？对，太准了。这时候，我的朋友，赶快红包包怎么样？大包一点啊！告诉我好消息啦！算命先生收到大红包之后，马上告诉他好消息，说你的好消息就是40岁以后就习惯了。红包收了嘛，要告诉好消息，就是说你40岁以后就习惯了。这个故事要告诉各位，爱多美是你翻身的平台，如果你不努力，不加紧脚步，永远没有机会，永远还在停留原地。好好的努力。认真充实爱多美好不好？给你们家人带来幸福满足的生活好不好？我短短的分享到这边，来给谢谢大家的时间，谢谢。